这里的招牌米其林推荐。我第一次吃这个，这个我带回台北会红。快要出现了，快要出蛋挞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去上海呀！长期订阅我频道的人，可能有稍微听过我跟上海这个城市的故事。上海是我爱上中华文化这个过程的起头。那时候我13岁了，在法国学校被霸凌的我，会需要对不想法国的地方产生厉害的兴趣。我觉得潜意识里，那时候我需要的是逃离学校里面的痛苦。我的家人以为我长大会一直在上海生活，可是2018年台湾发现了。一转眼，我的兴趣被抓住了。为了学习繁体字，就来了台湾。没想到我会在这里谈恋爱。这次我回去是为了看一下那边发展有多快，有点紧张，因为我要下载很多 APP， 像支付宝那种。希望我会用。等一下逛完七宝老街，我也会带你们吃米其林推荐的3家上海餐厅。喜欢的话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帮我早日播20万订阅哦。好吃的不得了。可是我家有养乌龟，我觉得我很残酷的。我的可能没那么好吃吧。你那个是乌龟，那是甲鱼，不一样。两个不同的动物。甲鱼。甲鱼。甲鱼。怎么可能？哦，是我第一次吃这个。法文不会这么分，老板说不好吃可以揍他，希望不好吃。所以有些 ，Oh my gosh， 但是头我可以吃吧。但是味道不错，可是我不知道肉在哪里。肉在肚子里。嗯。哦，蛮 Q 的。哎，其实我觉得不错。里面都可以吃掉的哦。是吗？对啊，有弹性的口感。对，我住台北哦。你住台北哈。这个我带回台北会红。这里可以真空包装的，到时候回来。放在包包里哦。我给8分，可以吧？不错。来两个蛋好吃，10块钱一个，这个蛋好吃。这个我，这个台北就有啊。博港关的米家。小帅哥。哇哦，内蒙古独宝肉，请你介绍一下。他说可以，他说可以，我再敢问哈。这是什么？你是内蒙古的吗？对，内蒙古土包肉，羊肚包羊肉。哎，我觉得很开胃，这个外观就是好吃啊。是吗？一个多少钱？28。这个是外国人的价格还是大家的价格？一个人有可以不要辣吗？可以啊。好。你是哪个国家的？法国的。法国的。对，我住在台北。所以老板是蒙古族吗？我是 China Beijing。骗我的，我以为你是蒙古族。好，来吃看看老板的内蒙古独宝肉。反正不好吃，我还是要说好吃，因为大家看着我，不能说不好吃，肯定好吃。香的，我喜欢的，不错。你们在北京吃很多这种的吗？我在上海没看过，它的口感很有趣。所以里面的肉也是牛肉吗？还是羊肉？很多香菜，这个我觉得你们会喜欢，它的口感刚刚是我们喜欢吃的，我觉得。可是如果不敢吃牛肚，就不能吃这个。当然，我来喝看看那个汤，浓郁的，很不错，真的不错，喜欢。这是东北野生大痰蛹，这是知了、金蝉、蚂蚱、啊，竹虫、蝎子。椰子里面有毒，我不敢。没毒，香得很啊！很热吧？可以吃了。老板不是上海人，是河北的。对吧？河北听得出来。啊，这是你吃的吗？哎呀，我吃了广东。不错，有吃过吗？这个东西。它很香，真的不知道它吃了什么东西在后面，不想知道。结果蛮不错，这个比较脆的，如果你们敢的话，
这个是最有趣的。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味道，对，它的蛋白质超多的，对对对吧？抒情包蛋正十元。可以介绍一下吗？可以啊。洗耳恭听。没有，没看过黑色的。黑色呢，事实上是人家接受不了臭味，然后研发了黑色的。很漂亮哦，真的。对。期待。香菜要吗？香菜一定要吧。对，必须的。你的口音是哪里的？我的口音我是云南的。云南去过吗？还没。去过吗？闻着臭，吃着香。你的口音很不一样。我的口音有点像法国的口音。采访你一下，香不香？香。哎呀。非常的 beautiful。 哎，那个很好吃，像 kimchi 那个是吗？那是什么？泡菜。泡菜中国 kimchi。 中国 kimchi。 笑什么啦？没有，我没笑嘛，你看不清。一共三回。一共三回什么意思？老公脑袋卖用你的骨根共看，因为我觉得喜欢臭豆腐的人会喜欢吃的，不是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吃。我也喜欢吃臭豆腐。这样跳吗？跳跳，来。你是广场舞的后备役啊？对，非常的 good， 好不好吃？豆腐绝对是好吃，可是我个人没有那么，本来就是不太喜欢臭豆腐，可是我觉得做得很好。对，说实话啊，你们上过很多电视节目啊？老板娘很红，比我还红。因为这个感觉也不错啊，我都想吃，怎么办？尝尝看。好。我们这个是黄金糯米蛋，它是用一个咸鸭蛋做的，咸鸭蛋把蛋白倒掉 ，OK。蛋黄，然后再塞入八种馅料，主料呢有糯米，我们有青豆、玉米、火腿、瘦肉、okay. 香菇，还有干贝。那我吃的是不一样的吧？你吃的是我们的灌蛋，是我们家招牌灌蛋。啊，这个灌蛋呢，你看形似一个银元宝。然后这个呢，在我们那边过年过节或者是。有贵客的时候呢，我们才做这个灌蛋。你的口音跟我的比较像，你闽北的比较温柔吧。欢迎你来台北玩。谢谢。嗯，不错，对呀，都不腻的，喜欢，真的喜欢。那我们的灌蛋呢，已经有先进吃了几百年的历史。你说法国的帅哥？对，法国的帅哥来叫安徽的美女。美女，我在法国有工作。菲律宾的，它里面那个鸡是小小的，小的一点点。对呀、啊，像一两片而已。你们这里的很大，像快要出生的。对，我们这长了十多天了。我听说这个吃太多会让我们心跳，就是会，因为它里面的蛋白质、胃蛋白很多。大家不要吃太多哈。对，一天吃三个就可以吃三个哈，这么多。这个会变成这个。对，这就快要。快要出现了，快要出蛋壳了。谢谢谢谢。麻辣毛蛋。这个不是肉，是它的那个。是它那个蛋。对，这个在吃肉，它的肉最好吃。对，它的肉很嫩，你自己还会吃吗？我自己喜欢吃。因为你做了那么久，可能不想吃了。我做那么久，我也很想吃。啊、嗯。喜欢吃。好吃，谢谢。谢谢你。鹌鹑比较少见，可是还是可以买得到。小鹌鹑很少见，真的，我都会来这里吃，我觉得很好吃。好，大家，现在我要带你们吃看看米其林推荐的上海餐厅，第一个是味香斋，大家都来这里吃麻酱拌面，我们来吃看看。别人的菜我还在吃，突然发现要拼作用，我们不认识，可是我很高兴认识你们。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是台湾人吗？我口音很明显吗？对啊，我问一下，麻酱拌面，可是我不会拌，希望不会太辣。不会辣，它很香，非常香，超好吃！我的天哪，有点像那个武汉的那个热干面，超好吃，真的。你去过成都吗？成都我去过，我是在那边当志工，超好吃，真的，我给满分，超好吃，好，大家有来这里见，真的，但那个很浓郁的酱。花生味道很重，又不会太辣。欢迎欢迎，一起来。我们要回家。太好了。这个兰州面，它
米的吧，这个我比较 OK， 不是我这这个比较特别，比较好吃。好，总之来这里就要点这个。接下来是上海非常经典的餐厅人和馆，你们看，上海老味十足。晚上的时候也会有艺人来舞台上表演，这里的人很多，可能会需要排队，可是没关系，我觉得非常值得，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餐具真的很可爱。我们来吃看看他们最经典的菜。好，大家，我来吃看看上海的经典料理，它叫做宫爆虾球，爆炸的爆，好吃，没想到会那么好吃，是吗？吓到了，又不会辣，但是辣度刚刚好，真的，像糖醋的。糖醋的，对吧？糖醋的。为什么是写宫爆？这个爆是爆炸的爆，就这样写吗？对。台湾不是这么写啊。是一百蹦手。接下来是蒙春阁血粉生煎包，可是他说里面没有糖，我觉得它很好看，真的，很圆的。嗯，这个是馅料。En fait, j'en ai mangé un tellement bon hier avec plein de jus dedans. Il y a pas de jus dans cette version là.L'aspect est très beau, mais alors là j'ai mis du vinaigre quand même. En dessous il y a quand même des sésames grillés qui permettent quand même d'avoir du croquant, et au milieu t'as une espèce de ragoût de crabe. Je le trouve pas super goûtu. Mais donc c'est pas écœurant non plus pour les personnes qui n'aiment pas forcément le crabe. Je t'amène ce lit de jiao pai, Michelin Tui Chien. Ça c'est tout, moi. Écoute, je trouve ça très bon, mais je m'attendais à ce qu'on sente plus le crabe quand même.Mais en vrai, le crabe, ça peut être écœurant, en vrai. Donc c'est vrai que c'est pas si mal que ce soit pas si fort que ça.最后一家是纯红庙里的南香馒头店，在传说中小笼包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的。我很好奇这个地方是观光客才会去的吗？进去了以后我又听到很多人在讲上海话，感觉当地人也会来这里哦，毕竟它也是米其林推荐的。我们来吃看看，来吃看看上海的酱鸭传统色拉，我不知道是不是热的，冷的，香耶，嗯，它很香，超级香的。现在我以为如果是冷的我会不喜欢，还是真的很好吃。那个沙拉呢，英文是说这个是传统的 Shanghai salad， 可是我在日本有吃过类似的，它的回味非常的新鲜精致的。C'est hyper doux, je sais pas comment dire。而且这一朵花蛮法国的。我吃的沙拉的费用是50人民币全部，然后小笼包的话我点比较贵一点的，就是有文蛤还有虾仁的，我是一笼60人民币。问一下，笼子中间放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切得很敷衍啊，还是是为了分是哪一种吗？分是什么馅料？真的很不错，我觉得跟景泰丰的成品一样高。来吃看看上海的老酸奶，老外才会买的吧？现在这个是热一点的。哦，啥不？超好吃，莫名其妙的有点酸，可是又不会太酸。我想再买一个。其实这里所有的东西，我会觉得可能是观光客才会买的，然后我吃起来觉得很好吃。我不知道是我口味不好，还是东西真的好吃。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要不要来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我叫 Emil， Emil 老师， Emil。然后你也会一点台语啊？一点点啦，有上海人，因为会讲台语，大家多听一下。加工，大家好，大家好。哎，那个刚刚那个翻译非常标准的，我觉得。多谢多谢多谢，我要多帮他。学习上海，学习台语，但要多帮我学习上海。你要多帮我纠正我的台语，台语。为什么我喜欢学上海话跟台语？这种语言我要去好好研究，我会认识到你这种教育非常好的人，就是我们会很多共通点，然后分享好多兴趣。搿搭呢是上海的北外滩，北外滩，它这里开了一个叫城市市集，然后呢里面都是上海的。以前的街景，就是还有老上海的味道。哎，写着老么子啊，就是很老很久以前的东西。哦。哎，我想要用上海话的安内瓜子机去买刚刚那个玩具。请问可个几滴？你听得懂？好，大家，这个影片要到这里了，谢谢米老师这么用心的介绍上海给我，教我上海话，还有这么努力的学习台语，希望你们喜欢，我非常期待看你们的留言，要记得
订阅伟鸿的频道，帮我早日破200,000哦！我要回去学习上海话了，我们下个礼拜见哦，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